你说我是一只小老虎。哎呀，看看啊，上面一层也不知道冻没冻透啊。八，明明，过来，过来。冷，冷也走哈。粘豆包，展白一下。明明，这儿呢，回来。明明。喵，啥也别说，我先坐这儿望一望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开饭了，过来，哎，走。看看这一宿这冰冻没冻透。一敲的我就听出来，底下空心儿的呢，没冻透。毕竟它还是太厚了，一宿零下20多度。你看这透明这个程度就知道，但是看那边那个就知道了，其实它已经把水都冻鼓出来了。这个是不是实心的？这个直接粘地儿，有可能实心的。你看看，颜色变白了吗？那边的明显就是拱出来之后。变厚了，这个真冻住了，我能踩住了，我毕竟也100多斤呢，万一踩坏了呢？都响了。主要是下雪天比较暖和，这是我们物理老师上学的时候教我们的。我们都感觉下雪天冷啊，物理老师说下雪天暖，化雪天冷，但是好像事实上始终都是下雪天比化雪天要冷。这又一小层清雪，倒扫出来了就行了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就看出来了吧，不是即可能像的，等待着时间。这此冷寒天气，做啥都费劲呢，就这早餐来个玉米浆包老省事了啊。这一盒是110克糯玉米浆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，咱这是铝盒包装的。起锅先放点油，五锅今天看没看着，就三个，超哥俩，我只能是吃一个了。哎，这个就比较简单，先那两面带嘎巴。看这小锅看着比较清楚吧，因为它比较薄，让你们看的。哎，就这尖尖两面带嘎巴啊。
咱这是有菜的啊、哦，鸡蛋柿子那不是绝配吗？嗯，那哪个食堂没有一个这个菜呀？鸡蛋黄瓜、鸡蛋柿子。那咋的呀？你轰了轰了你也出不去，这根子呀。